天，国际乒联韩国公开赛将迎来精彩的收官系列战，四项乒乓球项目将展开决赛，分别决出女双、男双、女单和男单四块金牌。目前赛程时间已经敲定，诸位乒乓球爱好者们可以利用周日的休闲时光好好欣赏比赛了。今天下午14点首先开始的是女双决赛，该项冠亚军争夺战将在两队中国选手之间进行，丁宁、陈梦对阵朱雨玲、王曼玉。尽管中国球迷不必担忧冠军旁落，但这对国乒之间的德比之战依然看点颇多，让我们同时为双方加油。接下来的下午14:50是男双决赛，由于中国男乒早早出局，故决赛在张宇镇、林中勋和黄镇银和君杰和之间进行，大家也可以静下心来欣赏一下这场精彩的男双对决。下午15:40乒乓球女单决赛将正式开打，决赛同样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，陈梦对阵朱雨玲，这两位中国女乒中生代选手的过招注定会格外精彩激烈，两位队友相互知根知底，鹿死谁手完全取决于各自的临场发挥。而到了下午16:40备受关注的乒乓球男单中韩大战将拉开战幕，梁靖昆大战张宇镇，两人年轻对年轻，速度对速度，这注定是一场实力和智慧的较量，精彩不容错过。温馨提示，这场系列乒乓球决赛央视体育频道将现场直播，中国体育网络平台也全程直播，请各位乒乓球爱好者留心收看，比赛时间以现场为准。